真一念断处，真回光一照。这是什么？当下见性哦。所以明心见性没有难处啊，一肯肯定，哦，这就是我们本来面目是佛性，不再疑惑，那就是大家的无上福报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说这个小一地方啊，就是说禅宗不念佛，是不是手段不同，法门？这物理是一个，那禅宗好像是如果说碰到那个什么不断性邪，那是甚至于是非常可怕的那个念头，或者是精神是。那如果作为禅宗的处理方法，就是说不理不睬，是不是才有这种方法？如果作为的话呢，要是密宗或者是说念佛的话，就用那个符魂，那个符号或者是咒语来。你刚才是没听我讲啊，动手可能害怕，还是动手的，还是动手的。他不明讲，告诉他不明讲。好像你的心我害怕，害怕着的。你不要吃这个，消不掉，我相信。还是吃。这是就是打开之后那个保证是吃肉的。啊，平时还可以。秘密吃的他不讲，他不讲。那秘密讲的都不稀奇了，他叫不叫秘密了？不会，他自己有秀。但是那等于就藏匿结果了，他就觉得是。嗨，你这人怎么这样子？哎呀，我刚才说了，任何众离不开密宗。我说讲了一句话，任何众。就在日本大正天皇，日本的皇叫天皇哦，大正天皇，他要想修佛法了，他把他中山长老都请到来，到皇宫来开个五洲大会，开个大会，讨论一下子，哪个宗派最好、最快、最本土。所以方便，我方便也想修佛法了，身份调整看哪种好，那修。所以各说各的好处，我们中国的四大宗，日本都有，日本都在中国学了去的，所以所谓各种都是自己的好处。净土说净土的好，天台说天台的好，法相说法相的好，三门说三门的好，禅说禅的好啊，都是都的好。最后，空海大师、弘法大师是由我们中国学来取的灭法，他是在高野山的道场，他就说：你们诸宗都好，每个不好，但是你们离不开灭咒。离开灭咒你们都没有，哎，最后反应听完哦，都离不开灭咒，那么好，我是修灭法，他是修灭法，所以这个日本灭宗延长到现在还是传下来，而我们中国的这皇帝很坏，他怕，哎呦，这灭宗搞什么神通啊，把我皇帝灭宗不要搞掉啊，不要修，不要修，不许修。把灭宗取消，取消掉，所以中国灭法大法没有，都是有持咒的，没有不持咒。总之翻现你们没到一个地步，总之翻现真难过的不得了，不持咒不行，不能解决。依赖密宗，然后就上行是不是？一定要持咒。找麻烦，还会中断。一个，我是在这个禅宗里面，就是一般就是自己的这个意识都是要明明利利的。但是这个第二种情况，就像刚刚这个师兄讲，就是里面的有一种定，就是自己还知道，比如说这个持咒，也能听得见或者听不见，但是。
还在不断，就整个的也没闪过中间的。但是我还有一种，就我觉得我还有一种第三种情况，就是我坐上去以后，后来就不在了，就是不知道了。然后一个小时以后或者两个小时以后又知道，就是现在在坐的。就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说录了？这不好，不知道也不好啊，要知道。所以我为两个差处，一个就是睡眠睡着了，一个就是不知道。不知道就容易无记，无记的就死在那里了。所以要有知道，所以我们空睡空，要知道，不知道就完蛋了。哎，这不知道赶快要拿出来。哎呀，我都不知道了，怎么行？要一切空了，我知道。怎么有了？两两分明。是因为就是在这个不知道的里面就没法出来了。哎。讲讲不知道的赶快出来。对，那这个就他那种，都是那种无忌，定定的。要有无忌，冷水泡石头才能出水。坐在黑山背后，坐石水窠里。听有的人老说是一定之后，好像一个小时，不是像跟过了五分钟或者几分钟似的。那定倒是对的，过五分钟，但是知道啊。那个过程之中的就是这一切，时间表知道，就知道没有，一切都没有，都清清楚楚，还两两分明，这是两两分明，灵知不昧，灵知不昧，这是对，不知道了，死是水，就才能说护持者，做黑山背后，做的鬼困里，做鬼困，做鬼的屋里。永远不能成长，所以还是我们念咒好，念咒它就有这力量，大概会这样子。念咒念咒念了很多，我就说他知道，掉了很多。哎，你做什么法？我们你学什么法？就是静坐。静坐谁啊？他的静坐空坐不行的，空心静坐无有是处。修法更不对，空性静坐，什么时候想不想想？不是，修法是错误。所以阿玛禅禅是谁？念佛是谁？是谁在水上做的用功禅就阿玛念佛号，阿玛就是观想一个东西，你就是静坐就是空。空性静坐无有是处。我在用功的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实际上就是感觉就静坐的，就是观念头，就是自己的念头在这个，是可以观的，就是自己，就是在很多的时候是可以观得住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一个小时就过去，中间这个不知道这个状况。时间过去变成我在刚刚的，不是要知道时间过去，知道时间过去能做项目。但是没有知道没有，空如知道空吗？一切都没有。有的时候没有，不知道，不知道也不行。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要问自己了，这不知道是谁，要起个念的问自己，这是谁？可以，这一切都没有，这是谁？要在心上挂一个问号，不知道死水啊，不是很高啊。昨天跟师兄聊天，我也没什么治的。他说打开那天还是初级功，对呀、抽的。我如果能够打开那一天嘛，就是啪的，升一天。那以后我怎么大家怎么修的？功夫的经常磨练，什么事情你都不要管，再好的事情你不喜欢，再不好的事情你不烦恼。对，保证，这就是保，就保证，保在后任，保是保护他，别动啊，要跟今天跑啊，今天就跟着今天跑了，是吧？尽管今天不动，所以。孔老夫子说两句话就够好用，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你若心于足而莫不损。这好看的大姑娘在里面见过我，看都没看过。哦，这是棒。这有发大财的机会，我心一点不跳。这是宝啊，是吧？你看，哎呦，好看，哎，再看看，你行吗？好，啊，宝啊，就是四张断念一个宝，断念的你一点不是不闻，不着急，是吧？这姑娘很漂亮，我看不见，看见，看见，不照见，不照得上你。哎呀，是漂亮啊，多看一眼，哦，是吧？我们心心中希望保持你的好处，就好身体，在你在入定的时候，他也恢复了驾驶职业，这个有经济的效益。哎，真的，我给你，哎呀，拿个炮仗来。一点，砰！一砸把我砸得粉粉碎碎都没有了，天地都混沌。你看，还帮你忙了。你拿个炮弹把你砸得粉粉碎碎。一点打雷，轰！没有，天地都抓飞，都混沌。两两两，而不是不知道。所以修行中心法有这个好处，它有佛菩萨加持之力。所以我们打坐是，这是虚无菩萨说很清楚，两条岔路，一条就是昏沉睡觉，一条路有无记不知道。不知道是最坏。七情八七境八脉，我想身体的那个经络啊，什么都是。什么七情八脉啊？就是说身体的经络啊，能量。你不要去管了，我们不修气功，什么七情八脉？我们现在是修土法，是修心，要心地清净，心地明朗，心地不作法，不管这个心地七情八脉。呵呵呵，啊，都知道，哎，打开了，这个打开是假的，要心打开，啊，要进到你的核心才对，啊，不是七经八脉打开来了，心是什么？我的心是什么？心是什么地方？你说是什么？你说不出来，哎，我不是七经八脉，是讲身体，我们修佛法不讲身体。身体我化空都不要，他一点没有，哎，什么七情八脉决定什么都没有，就这里立不住脚，啊，我讲心，嗯，这是真性、佛性，是明心见性，没讲身体，像我们佛法讲明心见性嘛，没讲七情八脉对吧？那是道教或者外道教做西宫人的七情八脉，七情。哎呦，我这佛教不讲啊，讲明心见性，要明白心是什么，心是什么，心在什么地方，要明心见性，要生死，因为这七情八脉身体是后天的，后天的东西，再明白了没有，它还是要坏。这个尸体还是要烂，七经八脉都烂掉去。你的佛性不烂，佛性走不了。啊，你没见到佛性，七经八脉什么样子？所以我不是修外道教，哎，什么叫外道教？离心说法是外道教。我们是要讲心性，就和你用功方法不同。我跟你说，
老师，我问一下，是不是如法修了一千段，你说这个打开了？哦，这个说话，哎，给我点信心啊！这个说话，要注意了，我们用功方法就是上座时要死心塌地，心念耳闻，要注意到心念耳闻，不是坐在座上动脑筋想心思，心念耳闻听清楚这个音，别跟往里跑。下座时别忘记关照，别跟进去跑，别跟你的时候，你的不是不来，你的不是不起，让他起我不跟他走，要注意下座要关照，上座要实行他必须，这样的修法很快，哎，不需要一千钟啊，三五百钟时候一定要换了，这个这个上座时听着就是关照啊，哎，就是关照，耳根关着就是听着就是关照。还有很关键就是下座之后，下座时候要不忘关照，要看着一切境界来了，不要跟他跑，不要忘记所以，是吧？一个进来，哎呀，开心了，跟他跑了，是吧？假的，不要动啊，是吧？念头听着，哎，念头来了，我不睬你啊，是吧？是念头来了，我不睬他，把它化空。哎，他念头势力强，啊，化不空，要持咒，用咒来化空。他势强强，念头哎不动，他就不动了，蛮好，是吧？那就是如果有念头来的时候，虽然也是没打坐，那如果念头来的时候，是不是念心做完了转掉啊？是呀，刚才说了嘛，化不掉叫念头转，本来一句就可以控，你的哎可以，啊，哎不可得，不可得，不可得，那化不掉，化不掉你再念着。还好。不要一千字，三百字就打开了。哦，哎，你的那一百多岁打开了，打开之后并没成道啊，我总讲过你要注意啊，就注意，我讲的话你们都注意啊，打开了不是成道了，第八识的种子还在里面没动啊，这种子在啊，语言就起信心啊，这么叫语言，譬如你有一线种子在里面，碰到个朋友就跟他谈了，哎，怎么看那个好看的姑娘，哎，怎么这么好啊，好，赢了你心动了，哦，好好好，你心的东西啊，就预约就四月要碰到就起信心啊，你一起动起情来去做一个事情去了，是吧？这种子在预约就起信心，你引诱中都没有了，才怎么讲是再开黄色磁带他也不动心，他种子没有，是吧？你种子呀，你给你看个黄色磁带，哦呦，赶快我弄个女人也弄弄吧，要死！很多孩子啊，他们招供出来的，才十几岁啊，就能做这个坏事了。哎呦，我看黄色磁带，你做这个坏事。小孩子那还小年纪轻的是吧？碰到这个圆黄色磁带的圆嘛，干这坏事。所以八十个种子。还在啊，要在时常磨练，哎，勤勤磨练把它磨糊。我说过几次了，你们记得吧？八十种子母鸟，转的第九十，八十转第九十，叫爱慕罗什，那是白净石，那就好了。那个种子就清爽了，那生死命根就断了啊、哦！所以打开了到这个地方，生死命根才断，不然生死命根没有断，所以六道轮回还是在，
以后总是要在你内心与你起信心，就是要找一孩子，不是打开了就成道了。你九十还不就近，还没成佛，还转第十时，叫无垢时，就是具生的法子种子光了。那个分段生死鸟，那是具生的无字种子光。无知知道我是法子，这些东西法子无知度光了，在无垢时第十时，那就正成就。这八十转九十，九十转十时，功夫立得住呢，不是打开来我就成道了成佛了，就要修行了，错误了。你们的白金来的吧，白金的那个最坏的就是哎沈方明，你们认识的吧？不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还好，认识就坏了。哎，他就是你们懂了吗？好了，不要修了，不要打坐了，成功了就成功了。他打开了，哎，他可能有点打开了，哎，就是我说修心中修，我打开的并不是很难。这样是还要见过那个宋志明是吧？宋志明，哎，他就宋志明徒弟，沈方云是宋志明徒弟，宋志明可是沈方云两人亲生的。哎呀，师徒两人胡说八道，就叫不要修行。我见这宋志明，好像我见的时候他们还没说这种话。哦，没说这话还好。沈方云就在北京就在那说不要修行，不要修行，不好。开开门吧，都好了，这差得很远，很远都，啊，哪里就好。好好的做，你们看看这就知道，进步中不是说禅宗不好吗？进步说禅宗你明心见性甚至也不了，不好。为什么说不好？就是说你明心见性的第八十种子没光明，你甚至不了，哎，甚至不了，哎，沈方云糊涂，这就好了，就叫不要修行了。甚至掉了，经注中说禅宗不好，他有根据的，就说禅宗大师父自己开悟是甚至不了，是不了。禅宗师父自己也说也只是知道，不是说我宁静进去甚至掉了。像宁静大师说法，第一句见得自救不了，人家是明明说了，宁静大师宁静义学自己说。第一句见到就第一句就出进登上去了，自救不了，自救自己也不行，他救别人是甚至不了，这沈方云的糊涂啊，就说哎呦不要修行了，人家修行这么好，他就让人不要修行，所以说破坏人家害人家脏道了，脏道了下地狱的，哎，藏道人懂这个宋志明教这个徒弟师徒两人糊里糊涂胡说八道，就宋志明的书子被人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不许再来，别赶出去。哎，真不好真不好，禅宗的优越性是不是就在于它能够很快的给你打开，对，然后打开之后那个修行方法是还是禅宗的方法，好好做功夫，哎，他明明保任嘛，叫牧牛嘛，他做牧牛功夫嘛，是吧？牧牛就是牛的性子很野，要把这个牛的性子小逛损了不动了，人家功夫做很深啊，做到后面牛也不进人也不进，你看，哎，牧牛还有牛还有人是吧，有人牧牛啊，
哪里被人搞个鬼子举起啊，打牛啊，扯鞭啊，坐在后面，牛也不进，人也不进，都没了，那才到家里吧。哦，哪里就是四川，我打开了见到就好了，差得远，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习气很重啊，是吧？有一个有本事叫谢土学。土学。谢土学啊，谢托。啊，谢托，哎。谢土学是广东大师写的。广东大师。他说这个他们有的时候头形状挺不相似。哦。可能我看过你的名字，觉得他有点舞蹈生。哦，我不知道，没看。哎，阿弥陀佛！现在末法时代，牛鬼蛇神都出来，要注意啊！我的头不太好分别，好分辨，他说的话和佛说的话相应一样的就好，和佛说的话不同，那就不要听。所以你们需要看佛经哦。看佛经，佛怎么说的，你知道？可以相应印证。你佛经没看过，不知道他说的话是怎么样的，是要多看佛经哦。真的吗？哎，多研究佛经哦，把佛说的经文，这几部经文多看懂。心经、金刚经、楞严经、楞伽经、圆觉经，啊、哦。六度贪心都把它看住。金刚经里头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那个第六品里头有一句叫后世末后世众生以后世众生持戒修法给持戒修福者。后来我看一个那个不是唐密的修唐密的一个大师，他评论说这修福者可能说这佛后面少了一个字，少了一个慧字，对不对？这个句子怎么说啊？就是这个金刚经里头那个说这个漏了一个字啊，金刚经漏了一个字，全句就是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方知使人不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同时而种善根，与无量千佛所种善根，就是那个持戒修福者后头，他说落了一个慧字。哦，修福慧字。对。哦，其实不需要。需要。就福，福就是自觉，福就是觉，就是觉悟，绝不是慧。没慧要怎么不觉？就是说佛是福慧两福尊吗？对不对？不需要。不是落了一个慧字吗？不需要。修福，修福在就是修觉悟，觉悟就是智慧，要修福慧在干什么？啊，佛什么叫佛？觉，佛就是觉，佛就是觉，佛就觉悟的觉。哎，你觉悟的不是智慧吗？还修福慧吗？不需要。还有一个那个释迦牟尼悟道，就是我看他们讲那个佛法源流，那个一般的像禅宗的那个讲释迦牟尼悟道的时候，说是打坐在菩提树下坐了，是有的时候七天，有的时候49天，然后最后一天黎明的时候，普明星悟道。对不对？还是那个，但是他讲的是说那个，就是最后是修那个月轮观，好像是唐密讲的。哦，他不要修月轮观。又说是最后是修月轮观成道。没有，释迦牟尼都不修月轮观。不修月轮观。他是一种明星成道，就是九月轮图。这个主明菩萨是不是就相当于有的禅宗大神，见桃花开悟啊，或者哎什么飞蛇落地啊，什么那种悟、哎、道因缘是一个道理，哎，这变成一个人成道，哎，说相声，还有一个那个说是龙树菩
萨不是有一次在那个教化外道的时候，那个献了一次就是大的圆光像，嗯，说这个也是玉门关，哎，这玉门关是是不是？不是，国粹吗？国粹，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都有这样的光明，个人都有，就是你修道道家，你的心清净净亮，这方大光明，或者这么一个月轮，光明朗照十方世界。哦，你看李仲景说的很清楚，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数障碍，那才对。光明无量，本性的，哎，照十方国，东南西北四位上下都能照，不是么个月轮的，不像的，无信心而已。告诉人听，观尘空月轮，还要把月轮化空才能见性。月轮化空，月轮不化空还见不到性。请问师傅，这个您是说这个玉轮化功的和那个汉山大师讲那个玉轮圆下转身那个什么有什么这个关系？你是什么？和汉山大师讲那个玉轮圆下转身那个什么？和汉山大师讲的玉轮圆下转身，就是那个玉轮圆下转身转身，玉轮圆下转身难。那就是汉山大师的过来说，不是过来说，我听懂他讲那个，是吧？玉轮转身不是。这汉山大师说过一句：“这个荆棘丛中下毒蚁，月明帘下转身难。”写这么一首。转身难哦，哎，这转身难倒是对，就是转身你要把它化空，就是很难。这个你做了相声的哦。就刚才跟您说这个把玉轮观化空的是不是一样？哎，所以哦，这转身你要把它化空哦，你做了相声哦，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做公司是要晓得这个故事，有个大师参的就是狼的当头了，越能信心不是惯的，不要惯到他自然如此。去看潮汕师傅，潮洞中啊，潮汕师傅去问潮汕玉人当头是如何？头上玉人当头，潮汕师傅说：“又是阶下汉，阶下汉，阶下像我们大门口也是三个世界是吧？他的阶下还没到方面来，没升堂入室。”所以这个禅师就请师父慈悲，戒淫上见，戒淫是拉尾巴，拉尾巴拉上来。朝阳师父说：“月落相见，月落相见，落掉月亮再见，就转身喽，就是化空了，对吧？”想丢掉，哎，我就想化空了，哦，月落相见。所以有什么相都不对啊，相不空啊。但是回过来说，不是没光啊，光明难照而不住相啊，魂化相亡啊，到最后忘记了。再举个比方，我们人不是在空气里面吗？你要知道一空气嘛，是吧？意思说，哎，我在空气里面，我在空气里面，人家是神经病，哪个在空气里面？是吧？所以于究竟说到最后说是，于不了子，不辨真实。我说这些经文要注意啊，不住了下来不变的、啊，四句经文非常重要。举一切时不起妄念，举一切时不起妄念，任我此
行住坐卧的时候，任何时候，有人无人的时候，就一起死，不奇怪。第二句是欲说妄心亦不现灭，妄心就把它灭掉啊，妄心灭掉真心就没有了，妄心就是真心，波浪就是水啊，波浪去了水就没有了，所以说妄心亦不现灭，要灭掉，就诸妄相尽不假了之。在这些境界里面，要时时的注意，这是我，这是我，这是我真心还是真心吗？就不要注意真心相。与不了知，不变真实；不住相了之，再不要变了。啊，哪是真，哪是假？一切都没有。这边是，哎，我哪个当头做样子，还是做了月亮的，做了光明的，坐下。是吧？哎，一种相就错了。才有所种变成果就，这种了一面就错了，所以叫做法身向上，向上一找，千身不穿，没话讲，什么都没有。哎，功夫做得很深呐、啊，走下去就知道了，不做不知道。很深长，口里糊涂的，他没一点毛皮，只要不要说修法的东西。我们是要发什么痛？是要发，但是不能求。一切痛，天眼痛、天耳痛、他心痛、身色痛、宿命痛，具足具足，不缺一点点。你看你心是不是清净了？心清净了的，自然的，本具的，不是修得来的，不是求得来的。我们修法是修，把我们的执着心、妄念、贪着心修掉，没有了，清净了，这种自然。所以心要发道统，道统就是肉尽统，就什么都不注重。什么都不要了，肉光了，叫肉解脱，这是道统。到了道统，你那个五种痛，天眼他耳，天耳他心，说明身足一死不活，不稀奇。这你不得肉解脱，都是邪统。哎，都是魔，所以《楞严经》书要大家看，五十种阴魔，五十种，那个五十种都是神通啊。为什么阴魔呢？你着相啊，执着就成魔，这是佛，这就是魔。你坐相嘛，哎好，搬回来了。你不坐相，哎好，都是两个，就是一个。千万不要执着，不要求，一切放手，这叫法身向上。好好用功，这玩意儿真是，大家都是一同居佛性，都一样的，都能成就。为什么成就？就是在一处住住，打坐时夜不能昏睡，二更都有无事。他要知觉，他要知道，他两两分明，所以叫定慧教子。有定无慧就不知道，有慧无定就是妄想。所以，永嘉大师正道不是很清楚，
积极性行事，积极无机会，积极不动，有点老实。心性尿尿分泌，他苏醒病发一个天上心内心明心之心，积极不要动，积是积木的积。积极性行事要积极性，积极无忌讳，积极是一点不知道错，无忌讳讳也不对。是心性积极是反过来，心性积极，心性了了分，心性你要不动啊，心性狂想不废，心性就还想那也不对，是吧？既要积极，也要信心，要两个，它不重要。不知道，不知道完了，不行。所以不要走到岔路里去，更不要听什么地方还有神通啊，赶快去，赶快不要去，那是陷阱，陷阱，不是神通。真神通人不能和你讲，说真人不如相，他在讲什么？他心到清净光了才能发神通，他一点不要住了，他给你没信号神通给你看看是什么，他也不要明文，也不要利益，他要什么？他要你，你们赶快来呀、啊！学这个法要多少钱了？赶快不要去。现在成都的一云高武师，二五是这个地球上的唯一的大哲师，哎，一云高就是，就去了这个要接他的那经纪人，他有很多经纪人，经纪人讲好，拿多少钱才允许你去，都是好几万才能去，不上万你都不要想去，还有经纪人旁边。要去啊，经纪人联系好，经纪人给写好介绍信他去，拿多少钱？做不来。哎，我的，那个神通啊，是神通，骗人的神通。哎呀，我的天，师傅，一次那个下座是吗？感到心里边挺空寂的，就外边的一些事物呢，就是这个好像离自个儿很远似的。就是这个起着妄念的看得比较清楚，因为这是那挺好吗？起着妄念看得清楚挺好吗？就怕你起着妄念看不清，跟着妄念跑。你妄念能看得清楚，你不跟他走走得好啊？看他一个个过去挺好，你一个个的过去我不睬你。像马路上行人，马路上很多人是吧？车水马龙。很多你不踩他的哥哥的过去，你归你自己，是蛮好的啊，这很好。那抓紧这样，抓住有那紧张不留影。哎，你说这是不是就落入空寂了？哎，这不是空寂，你知道吗？还空寂，你哎呀死了！你知道还空寂，怕了？哎，还怕还怕什么？你落不了空。那个时候，哎，保证。哎，正好这个时候吧。你看他一个个在过去，但我们漂不漂最好这个境界，你看，我本性不动，他在往里呼呼呼呼呼过去了，哎，真好，是吧？所以我经常这样比方，在马路上，我们南京路、淮海路人多的不得了，是吧？他都过去了，你归你，他归他，都过去了，你不动是蛮好的。叫青山本不动，白云任去来。你这挖你，我让你过去，过去好了。不管我什么过去，那好，这就是关照。假如不是敢过去，你拿住它，哎，攀缘了就坏了。啊，拉住它就坏了。就拿它过去，过去你没踩它，什么你都不知道，对吧？你其实没踩，你知道吗？你没踩它，它过去了。这无念无念，这就叫无念，不是一个念的没有，而是念的起来无念才有，过去。
地方确实。啊，人家怕到这个时候寂寞，哎呦，太孤独了啊、哦，太寂寞了啊、哦，快来不及去了，寂寞。哎，要积极信心，积极设计，要信心要得很，是吧？六祖说的更清爽，积极断见闻，苦荡荡行不坐。积极断见闻，积极叫你别动嘛，断见闻叫你无见无闻。断见闻不是不见不闻，而是不做见闻，所以我们解释一下。不是不见，不是不闻，而是不造见闻，它过去了。见什么？没见到。心不在也，视而不见了。心不在的时候，尽管看没看到什么东西，那他没自作用什么玩意，是吧？听而不闻，听什么声？没知道啊？你心也定了上面，接接断接，当当心不作。当当是坦荡荡的，坦荡荡都是什么事情，心里一点没有。所以有时候我不做工作，哎，不对，不做工作，大家都做工作，怎么不做工作？做工作做的不做工作，心里边做着做工作，是吧？所以有一个成功公案讲那个野鸭子飞过去，哎，对呀，他就是。就是当下即心了，即什么心啊？即手指能指处啊，即手指处，不叫你即野鸭子。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手怎么能动呢？我一口气不能手能动吗？这是什么？我才看看你一样，哎呦，那是一样。啊，这相是，这是一月之子的，一月之月亮，叫你去月亮，不要接手指啊，叫你接个能动的人啊，不叫你看你一样子，他不知道，去外上的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哇，我们是一样子的。好，这相当的就是。对，要飞过去了。就问他，一样子呢？飞过去了。你看找的样子。哎呀，飞过去了嘛。哎。哦，这过去的你跟你喝了什么？哎呀，就知道。飞过去了，我就知道痛的是谁。哎，可痛了、啊，这是谁呀、啊？就知道痛的是谁，都是各自一个东西，是吧？那这个是也是他，你知道痛的是谁。所以禅宗师傅就当下即心。现在人说临时的他也不知道，哦，传统的东西真好，可以真正好。师父一言投地，这个公案真好啊！你们听说真好，徒弟已经开悟了，师父一言，一言很好了。你的虚空上定定能定吗？虚空上定定。来，我真定定能定，是吧？既然我定能定，这虚空上定能定吗？能定，哎，不错啊，能定。那我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定了？虚空怎么定定？定定看，哦，那再定。嗨，不对，这定的一半不对。哎呀，怎么不对呢？所以给你们看，
师傅，你怎么定啊？那啪，这不接你，就是喜欢的定定。这个人的色相不是虚空啊，人的色相就是虚空啊，色就是空啊，空就是色嘛，啊，一定要在空上空啊，色不是空啊，是吧？所以你悟道得通啊，你还色空之间啊，色空分别啊，是吧？哦，徒弟啊，跪下来顶你二十顶，我还有色空的分别之间，是吧？现在你要做功夫啊，哎，所以色空打成一片啊，外面一切东西都是你呀、啊，不要弄错了，就这个身体是我，那都不是我，会外面比自己的情深人苦，一切外面都是，是啊，你这个道理通吗？哎，我们的佛性是尽虚空平常无处不在，现在就是因为我们着相抓这个小身体，这个是我。而放弃外界的东西，你明白的是哈、啊，这身体和外界的东西是一样的。所以说，有情无情，同源种子啊，无情就是有情，有情就是无情，都是一起万物都是。石头里头，那就明白了吗？一起万物无不是。所以这佛法是真好的东西，或许大家不知道，这样坐下呢，说这个小身体，这是我，我还想这啊，那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这造业受报啊，地老生死了，不想这个大的东西，大的东西都是。是尽虚空，你的佛性和虚空一样，无处不在，处处都是。他做这个小身体干什么？啊、哦，你心这么广，明白了，你那个音乐性就一点没有。要好想自己，什么音乐性？尽可能。你认识我吗？什么？什么？说进虚空、进法界都是自己的话，那你也是我吗？哈哈，何尝不是你？你不何尝不是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分别？不是分别，而是我在想，其实这个道理是这样，那我为什么见到师父要顶礼师父？见到佛像要啊，你也弄错了，你也弄错了，那就是你没有明白啊。顶礼是尊重嘛，只是你让你明白真理呀、啊。哎，你被经历佛的指导，你能知道吗？你能明白吗？所以尊重嘛，还是顶礼呀，是你当无私，不是真理就不要顶礼了。所以你们就是到了佛这边就到那边，佛那边就到这边，要到了，那没到了。那老师，就像你听说啊，哎，你要说是，你看这些人智慧不够，就是这样，很差。这个黄佛禅师上下顶礼。昭明太子那时候逃难，隐藏在外面，他们没做皇帝。昭明太子后唐做皇帝，那时候杀他逃难，在佛寺里当小沙弥。昭明太子他同父金刚，金刚经是他分的，哎，金刚经他分几分几分，他不说话了。和尚不做佛求，不做法求，和尚顶礼求什么？顶礼佛要求，你就求了。
不做父亲，不做法亲，你浑身绝情了，你顶你干的，不要顶你。这黄花走起来就是，啪，这个耳光。长尼如是，哎，我们道理要做到，敬重我们的师长，敬重我们的父母，我们怎么不敬重呢？你就是我就是你一样的，都不要敬重你。你的妈妈是你，爸爸是你，你别妈妈，妈妈不喊了，就喊你自己了。非一非二的嘛，非一非二啊，他不是二，你就是我这，也不非。也不是一个月，你还是你的时候还不错，不是混混勤困的弄，你把头脑越飞越飞而已。常理如是，还是要顶你，佛还是佛，你还是你。法身无碍，法身都是观光相继，我们讲过这个地方你观光，各个地方你观光，观光相继，你要分得开吧。但是这个灯是这个灯，那个灯是这个灯，不是一，观光相继非二，是一，懂不懂？哎，你个糊涂哎，智慧你个糊涂。哦，哎，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大明王讲一准你就是不能的称上的你不对你的爸爸还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还是你的妈妈，不你就是你的爸爸，你就是你的妈妈，就是我们的法身一样平等，没有两个人三个人都是一个，是千佛万佛共一体，共一体啊！是你没见到法身，你不明白，法身是无相的，要把你的身体实际上都挖空了。当了一个当了我这知识特别浅，他跟我说时间是无始劫以来，我想问一问，就说那无始劫以来成我。说我佛，肯定你我要证实这个问题。无始以来，你们听过您说的，你们的无始也就听话，证就是道，证实一下。哎，这无始以来就听话，就是道，就是曾经以前过吗？哎，曾经就听到过佛，这是肯定的嘛？啊，是您那里吗？哎，肯定的。哦，哈哈哈哈。